别挡道，有人快死了！怎么回事？现在是昏迷，我感觉他快没气儿了。走，跟我去登记。走，弯了这干嘛？马上通知住院生出诊。地址：灵葫芦欢小区。 快上车，走啊，愣着干嘛？快啊！医生，医生，这不是之前的小妹妹吗？咦，她人呢？ 如果不是这疯狂的一晚，未满18岁的安然恐怕永远也不知道，这漆黑的夜竟是如此寒冷与漫长，冷似刀割，漫长似一生。安然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这一切都要从安然的高中生活开始说起。 妈妈，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坏消息是我早恋了，对方比我大18岁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他的成熟，他很受欢迎。 不过这恰恰说明我眼光不错。他离婚有一个8岁的儿子，我和他儿子相处得像姐弟。最近他生活出了状况，因为吸毒已经失业了。但每个人都有低谷期，作为他背后的女人，我这个时候一定要挺身站出来。所以妈妈，我准备进入社会工作了，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。妈妈，你看。 对你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上面我说的了吧？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我好好的，并没有早恋，只是我这次摸底考试不太理想，你别太责怪我了好吗，亲爱的妈妈？这不是在跟我逗乐吗？然然。 说吧，这次考了多少分？这首鬼畜语也被你想得出来。哎呀，数学太难了，45分。45分，这总分是多少？150。哎，但是高中的数学真的特别难，我们班这次就没几个及格的，我还算不错的呢。 那也不能45吧，你是重点学校升上去的，你这成绩啊，要是被你爸知道，他心脏病都得给气出来。哎呀妈，你别告诉我爸，后天要开家长会了，就你去吧。我爸回来如果知道了，你就告诉他，这次全班考的都差，我还算不错的了。这事儿怎么瞒得住他？
你也知道，你爸是最紧张你学习。哎呀妈，我都被我自己这个成绩愁死了，你就愿意看着我被我爸打死吗？你爸没你说的那么凶。哎呀，你还不了解我爸吗？你要不愿意帮我的话，你就看着我被我爸打死吧。你看你，又着急了不是？我也没说不帮你啊。真的。你呀，就跟你爸一个德行，这话不到一处就开始发脾气。还是妈对我最好了。对了，妈，我之前跟你说那个新相机的事儿，又出来了一个新款，而且它那个配置特别好，多少钱？5000多。这么贵？那等你爸回来跟他商量商量。咱们家的经济大权啊，都是他掌管着的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行了，乖乖吃饭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晚上的飞机吗？改签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去然然学校，今天他们开家长会。家长会？怎么没跟我说呀？几点钟啊？一会儿我过去啊。不用了，我去就行了。你看你刚下飞机，就在家休息吧。算了，我去吧啊。那个，我正好看这孩子在学校里情况怎么样，跟他班主任再熟悉一下。真的不用了，我跟然然都说好了，还是我去吧。行了，听我的，我说了我去。你那个什么，你把这行李给我收拾一下，我洗个脸就去啊。走啊！啊。磨蹭什么呢？还不快点儿！来来来，吃点水果。你说你多大一个人了，为那么点小事儿生那么大气？不吃。那我给然然端去，你一回来就责备他，晚饭都没好好吃，这会儿孩子该饿了。哎，回来，你别给他送啊！一顿两顿的不吃又饿不死他，你让他好好看书。啊！我觉得。其实孩子挺自责的，刚进高中，学习总应该有个适应过程吧。我说你还挺护着他是不是？啊？自责？什么叫自责？有用吗？这是读书啊，考大学看的是结果，你到社会上看的也是结果。要我说啊，全是你惯的。放假那会儿我就说让他去补课去，补课去，你就不让他去，说什么孩子放假了，你让他好好玩一玩。现在倒好，玩成什么样了？啊，人都玩傻了都。不就是分数低了点吗？我倒觉得孩子上高中以后懂事多了。你看，这是孩子第一次给我写信，这孩子大了，都长心眼了。什么呀这是？还不是孩子怕我们生气，逗我们乐。你还挺高兴是不是？啊？他现在什么时候？高中了，关键时期，该读书了。哎，一天到晚整这些没用的，你还挺高兴的是不是？我这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你回来，你干什么去、啊？行了。什么呀？盛平，盛平，起来。干嘛呢？爸，我让你干嘛来着？我让你看书吧，看书看床上去了。
我问你，你这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没拦得住你吧？我说你也是，这多大点事儿，你吵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一天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呀？你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糊弄我和你妈呀？最后糊弄的只能是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考试考那点分儿，丢人吗？安然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爹说的这些话，你必须给我记住了。两件事儿，第一件事儿学习，第二件事儿看书。你把你这个学习成绩给我提上来之前，你哪儿也别过去。行了行了，这都多晚了，孩子也累了，让他休息吧。明天上学呢。上什么学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我。哎，你一天你就知道惯着他，你惯着他吧你。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会后悔。走走走走。然然，妈妈理解你啊，你爸就这脾气你也知道的。不过你爸也说的对，你得好好学习，听话好吗？那信是你给他看的吗？是我给你爸看的，我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。安然做梦都没有想过，本是别出心裁的一个小心思，却弄巧成拙，激怒了父亲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为了掌控自己的行踪，父亲居然开始实施跟踪，一种混合着愤怒和不受尊重的情绪在安然心中蔓延。你是直接回家了吗？对啊。你最近有没有惹什么麻烦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看见有个男的跟着你好几天了。嗯？李姐，下班我回去了。哎，王阳，正好，今天有点晚了，你送送安然。好啊，我一定保障他的安全。那路上小心啊。嗯。丽姐，再见，拜拜。王源，我觉得你对的奶茶比丽姐对的好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这么说，我感觉啊，我离我的梦想又进一步了。你的梦想是开奶茶店啊？那我从小条件不是很好。高中没上学，一直在打工。所以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自己开一家奶茶店，自己当老板，然后就可以自己设置奶茶的目录，还可以试验试验我一直想到那些新的饮品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就特别有动力。哇，我特别羡慕你啊。别羡慕我了，你看这高中生活特别珍贵，你得珍惜。不像我，想上都上不了啊。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你，你看你现在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，就像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安然，你要是长大了还不知道要干什么的话，跟我一起开奶茶店吧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那奶茶店的名字也不用另选了，就叫我的名字吧。好啊，安然。安然奶茶店，这名字好听。耶！爸，干嘛了你们？啊？你跟踪我？你谁呀你？啊？这么大半夜的不回家，跟我闺女在一块干嘛？耍流氓是不是？你爹妈怎么教的你？滚过来，过来！不是叔叔，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了。
时间不早了，我送安然回家。你送他回家？怎么着？我闺女她找不着回家的门是不是？要你送啊？我算了，先回去。有事在这儿，我先走，自己注意啊。还说？怎么着？你还来气了是不是？你跟踪我，你还骂我的朋友，你是诚心让我丢脸是不是？你这样不丢脸啊？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放了学大晚上不回家，你跟一个男的在外混什么呀？这是好事吗？那你跟踪我就是好事了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我惭愧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看你身边那一帮朋友啊，一个一个的像什么？给我断了！不用你管我，我去哪儿跟谁在一起，那是我的自由。不行，你身边那些什么人啊，全是小流氓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二爷，我是你爹，我担心你安全，我对你有责任。别用你那套来管我！给我站住！安然，安然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你不用你管，你像大人吗？不讲道理，蛮横无理，刚愎自用。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安顺平的不懂克制，让叛逆期的安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。面对父亲的暴力管教，越发使得安然不想回家，而待在黄凯丽的咖啡店里。因为这个原因，黄凯丽和安然熟悉起来，他在黄凯丽那里得到了包容、认可和心理安慰，安然更是将黄凯丽当成了忘年之急。好了，谢谢。安然来了。安然什么时候来的啊？都没听见你的声音。丽姐，我在等你呢。等我？然然才来一会儿。然然。哟，你这叫的可真亲热呀。哎呀，丽姐。哎呀。你把我拉到这户外来，你要跟我说什么悄悄话呀？我。然然，奶茶忘拿了，趁热喝。谢谢。丽姐，你的水。进去了。回来。你认识安然才几天啊？你在我店里工作那么长时间，没见你对我那么细心过。哎呀，丽姐。丽姐，里面忙，我就先进去了。丽姐啊，我叫你出来想问你个事儿。你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过一个人啊？肯定有。像我年轻的时候，喜欢上一个发型师，那爱的一个死去活来，简直。现在想想，也太傻了。你后悔了吗？我肯定后悔啊。那个时候小啊，不懂事儿，真以为恋爱大过天。哎呀，书也不读了，不顾家里人的反对，我硬要跟他在一起。可是在一起之后呢，感情渐渐就没了。后来想啊，真太不值了。
跟家里人也闹僵了，书也没读好。但是你们在一起的一段经历，不是一辈子的回忆吗？经历，我都快忘了。每个年纪呢，有每个年纪的精彩。像你现在这个年纪啊，就像是青苹果，看着好看，但是吃起来有点酸。这漫漫人生路还长呢。你别看我现在上了年纪，但是我身边从来没有缺过追求者。哇，丽姐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女人嘛，我觉得必须得独立，经济上不要依靠于男人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花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你呢，现在就把学业放在第一位，你把自己这朵花开好了，你还怕没有清风吗？丽姐，我就感觉我好崇拜你啊。我感觉女人就该像你这样子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你这个小丫头，哎，这以后你要学的呀还多着呢。你黄凯丽是不是？你是啊，安然的爸爸吧？有事吗？坐。今天咱们长话短说，孩子跟你在一起没学着什么好毛病，你们以后别来往啊。安然学会了什么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，有的话我也不跟你说的太明了。我不想让我闺女跟你在一块学的乱七八糟的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说话不好听是吧？好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不三不四的男的啊？你还离家出走，你还混社会，是不是？安然把我们聊天的话都告诉你了。你甭管那些，我就问你是还是不是。如果说不是，好，今天我安顺平给你道歉。如果是，那说明我说对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不希望我闺女跟你这样的人在一块儿。我说你们这家人也真够奇怪的，之前没打过交道吧，还不知道，这一交手啊，我还真替安然感到难过。行，我也不管你说什么啊，总之你今天记住刚才的话，以后你别再跟他在一块儿了。你说够了没？出去，出去！干什么呢你们？爸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上次我没教训你。干什么？欧阳，你接回去，回去。王凯丽啊，行。你真行，你这什么店啊？什么破店啊你这是？你自己私生活混乱，你算了，你还找个男的过来勾引我闺女，你想什么呢你？爸，你不要胡说，你简直就是一条疯狗。我像疯狗？好，来，哎，各位朋友啊，这就是这个破店的老板娘，自己私生活混乱啊。找个男的来勾引我闺女，我闺女现在高中啊，啊，高中学习多么重要，我是为人父的啊，你想干嘛？你想毁掉我闺女前程是不是？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你女儿正常交朋友怎么了？你想法怎么就那么龌龊呢？你女儿什么样的性格你不了解吗？你不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到我这来撒什么野？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正常交朋友？什么叫正常交朋友啊？你怎么不让你孩子这样交朋友？对了，我还忘了，你没孩子。为什么没孩子啊？没有男人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你私生活不检点。爸，
你给我走！你到底想让我丢脸丢到什么时候？王然，王然，干嘛去你？我警告你啊，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别再缠着他。姐，没事吧？我当被疯狗咬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一会儿。然然，然然，然然，你先过来好不好？啊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别过来！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让我觉得特别痛苦。你们开始跟踪我。后来把我交给了丽姐，我好容易和丽姐建立起来了关系，你没有阻止我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让我觉得特别……我也是人，我也有感情，你们为什么不把我当人看呢？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你们就是想把我禁锢在家里边，成为一个断腿的蚂蚱。你过来，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你现在吓唬谁呀你？啊，把你交给黄凯丽，她比你大这么多。你一天到晚跟他学习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也早恋你，我跟你妈冤枉你了吗？你哪只眼睛见我早恋了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理解，你就冤枉人。我好不容易碰到两个喜欢的人，你们就这么对待我，我哪儿惹你们了？然然，然然都是妈妈不好，你先过来好不好？然然，对，就是因为你，我每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你是我妈，我信任你。可是你呢？我说点什么做点什么都被你捅出去了，你是我亲妈妈。然然，我胡说什么呀你胡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妈是担心你，怕你误入歧途，吓唬我。你觉得你这样能吓唬着我吗？是我吓不了谁，谁能吓到你啊？你是谁啊？你是安顺平啊？只有你欺负别人，还有别人欺负你吗？哎，不是，然然，然然，你先过来，咱们有话下来说好不好？你如果出什么事儿，妈妈怎么活呀？然然，然然，妈妈求你了。王然，你是我闺女啊，你有骨气是不是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是吧？今天咱们俩一块跳啊，谁要是不敢跳，你干什么你？起来，谁要是不敢跳，谁不姓安？来跳，跳！你放开我！你说跳就跳啊，我偏不跳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死给我死远一点啊，别凑合坏我和你妈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离你远远的。然然，没事。安然，以后你别跟父母对着干，他们可能方式不对，但都不会害你的。对不起啊，害你丢脸。没有的事儿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其实我是来跟你道别的，我已经跟丽姐辞职了，准备回老家去。我要在那儿开一家奶茶店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希望你好好的。那你辞职是因为我爸爸？你别乱想，没有的事儿。那你带我走啊。安然，不可能的，别乱想了。你觉得我是累赘啊？你怕我爸？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咖啡店事件之后，安然心里对父母的信任完全瓦解，更是做出了极端的行为，不受尊重的情绪累积到顶点，
在得知初恋男友辞职回老家的情况后，安然将一切都算在了父亲的头上。快要窒息的安然选择了离家出走。安顺平终于意识到自己和女儿的矛盾已经到了无可调解的地步，他不得不向外力求助，只是这个决定最终带来了一波更大的危机。老的也要操心，小的也要操心。哎，你跟安然说一声，就说他爷爷身体不行了啊，让他赶紧回来。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？他是愿意回来啊，愿意乖乖听话，怎么样都行。他不喜欢那个学校，给他换一个。他要再继续这样，在外待着不回来，这么任性。咱们管不了他，我给他找一个专门针对问题学生的学校，专门来管他。你说，如果让孩子知道我们骗他，他会不会怪我们？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有办法没有？啊，你说他一个姑娘家家的，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被人欺负了，吃了什么亏？咱们知道什么呀？这你就不心疼了呀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爷爷呢？他不是回来了吗？他在哪儿？爷爷在养老院呢。你们骗我。然然，我们应该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你们竟然骗我爷爷去世了。你知道这么是多么忌讳的一件事吗？如果我爷爷今天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找你们的麻烦。我站住。怎么着，学会离家出走了是吧？啊，你还理直气壮了是吧？谁教你的？安然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让你不舒服了？啊，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学校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换一个。我今天晚上再警告你一次，你要再继续这么任性，再给我玩什么离家出走，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然然，爸爸妈妈也是为你好，我们怎么可能做伤害你的事儿？放开！你们嘴上说对我好，做的都是伤害我的事儿。你们这样的爱，我受不起。给我走！我跟你说，你别怪我狠心啊！你们谁啊？干什么？妈妈，有人报警！孩子交给我们，放心吧。停车！我要下车。放开我！这是什么？我是一家专门管理问题学生学校的教官，你可以叫我王教官。你的父母已经把你转到我们学校学习了，现在我们在回学校的路上，还有问题吗？我不去，我没同意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放我下车！你们这属于是绑架。我再说一遍。是你的父亲母亲把你送到我们学校学习。我不信，我要给他们打电话。安顺平，你还是不是人？
你骗我也就算了，你把我要绑在哪里去？行了，我跟你妈，我俩确实教不了你。你在那学校里跟人教官好好学学规矩。我跟你妈空了回来看你啊。安顺平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有报应的。行了，别哭了。然而，你说咱们怎么那么狠心？都没交代一句，就让他们带走。那咱要是有一点办法，咱也不至于把他送那儿去。这今后该怎么办？我想去厕所。是想跑吧？不是，我真的想上厕所，我刚刚就是被憋醒的。带他去吧。师傅，平移下车。站住！别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抓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霍姐姐啊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们竟然敢打我！对于不服从管教的学生，教官有权利采取措施。我不信。我爸妈肯定不让你们这样对我，如果他们知道了，他们肯定会找你算账的。放开！安然就这样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带回了王教官所说的问题学生学校。如果在车上的遭遇已经让安然恐惧，那么在这所特殊学校的经历则成为了安然心中最大的梦魇。第几圈了？第八圈。知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说错，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上课传纸条说教官是人渣，没说错吗？说学校是监牢，没说错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好，那就继续跑，跑到腿断为止。安然，你没事吧？是你。你明明知道纸条是我写的，你怎么不说呀？说了也没用，老王老早就想收拾我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你被罚的。我刚来这儿，你经常照顾我，这些小事儿不算什么。你真够朋友。求你了，你就带我走吧，我真的受不了这儿了。爸，如果今天不离开的话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，我说到做到。然然，你别吓妈妈呀，啊，乖女儿，你先起来好不好？时光如栈桥，故事
一起看。哎呀，没事儿。我以前是校体训队的，跑这些根本没事儿，别放在心里啊。哎，哎呀，开心点儿。谢谢你。哎呦，没事儿。王教官，安然，见到教官为什么不打招呼？王教官，所有人休息。安然，晚饭之前一个人把操场打扫干净，一片叶子不能留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安然，既然都决定待在这里了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处处跟教官作对了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离开这儿，找到机会就会跑。你可别乱说，没有人能跑出去的。我在这里时间比较长，好多人都想出去，可是没一个成功的，被抓回来之后都被修理得很惨。一定可以的，我是自己的主人，谁都没有权利把我留在这儿。可是没人能跑出去，除非是你父母来接你。其实我已经想好了。你可别乱来。过来，我就要告诉你。你以为你跑得掉吗？我告诉你，没人能从我的眼底下溜走。赏罚分明是我们这儿的规矩。马雪，去找李教官，他会给你安排一次回家的假期。王雪，王雪，我恨你！安然，你别怪我，我告诉过你跑不出去的。王雪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王雪，我恨你！谢谢王教官。啊！关禁闭。之前就警告过你，是你自己不知悔改。我错了，我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永远都不老实。我知错了，我这次真的知错了。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我要给安顺便打电话。就你现在这种表现，永远别想打电话。不要，我要给安顺便打电话。那我爸打来的，给我，我要说话。你好，我是王教官。他这段时间的表现很不好。安顺平，好，我会转达他。我爸说什么了？你父亲说你爷爷去世了。怎么会？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？我要出去了，找我爷爷。你父亲让我转达你，为了不影响你在这儿的学习，你就不用回家了。你骗人！我爸爸怎么不会让我回去？我要回去找我爷爷。这一天，安然身体和心理都受到巨大的冲击。他意识到，父母的权力居然大到可以支配他的自由。想要离开这里，他必须得隐藏真心，乖乖听话。
很快，他迎来了父母的第一次探视。然然，然然，你就住这儿啊？你这被子怎么那么湿冷啊？习惯了也就不冷了。然然，让妈妈看看，你瘦了，是不是吃苦了？我爷爷呢？爷爷去世了，之前也没跟你说，怕你难受。那生老病死，这也正常。别想多了啊！可那是我爷爷。你们这次是带我走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走啊？这得问你爸。妈，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？我真的已经改好了，真的。我最近不吵不闹的，每天就好好学习。你带我走吧，我真的受不了这儿了，妈。这还得问问你爸的意见。儿子，这次我跟你妈来，看到你整个人的气质都沉稳下来了，啊，这是好事儿，是吧？说明这儿的教育质量还是可以。我已经给你交了一年的学费了，啊，你呢，在这儿好好学习，好好接受教育，心里不要想其他的，啊。爸，不要，求求你了！你知道这儿都是些什么学生吗？我既没有吸毒贩毒，也没有赌博卖淫，我就是想要点自由。行了，哪儿那么多话？那上次你离家出走，我跟你妈多着急多担心啊！啊，我们俩是管不住你了，控制不了你，才把你送这儿来学习的。啊，下次你再给我整个什么事儿，你再离家出走，我们俩上哪儿找你去啊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们带我离开这儿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妈，你是我亲妈妈，你说句话呀！然然，妈妈理解你。但你也要理解爸爸和妈妈呀，我们也是为你好，你将来就会明白的。如果再在这儿待下去的话，我肯定会疯掉的。那为什么人家就能待得下去，就你待不下去呢？啊！爸，求你了，你就带我走吧，我真的受不了这儿了。爸，如果今天不离开的话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，我说到做到。然然，你别吓妈妈呀！啊，乖女儿，你先起来好不好？啊，你先起来，我想想。起来。你居然敢说蒋云不是我，还给你父亲告状。最终，安然还是如愿以偿，离开了问题学校，回到了家中。
在双方的刻意维持之下，这个小家暂时风平浪静，但这段经历就像梦魇一般，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浮现。安然告诉自己，再不让任何人捆绑自由。安然，王源，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喂，安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有，我就是高兴。你还是那么傻。我听丽姐说，你的奶茶店快开好了，真好，你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不过计划有变动，我现在资金有一些缺口，加上工期延迟、工人费用结算等等，可能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吧。那你会坚持吗？当然了，这只是时间问题，我一定会把奶茶店开起来的。我相信你，我要当你的超级 VIP。 好啊，当然欢迎。曾经我没有梦想，是你说愿意分享自己的梦想，于是我有了和你一样的心愿，开家热闹的奶茶店，店名就用我的名字安然。忙碌的时候你负责吧台，我负责接待，空闲的时候你陪我逛街，我陪你爬山，不管做什么只要快乐。可我现在一点都不快乐，我觉得自己待在一座废墟当中，父母只是两个代名词，他们只让我感到恐惧，感到受威胁，一点都没有爱。安然平静枯燥的内心因为一个奶茶店名又掀起了巨大波澜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离梦想就差几万块钱的距离，有了钱就能和王源开启属于自己的新生活，现在身上所有的憋屈苦难都将不复存在。这个发现实在太过诱人，安然几乎立马沉陷。你们看我日记，你们又这样，你们到底想把我逼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你这几天怎么不吵不闹啊？啊？哦，原来你是在计划这件事。我是你爹啊！啊？我看你日记，我就是想看你日记，幸亏我看了。不然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干嘛。然然，你又想到哪儿去了？爸爸和妈妈怎么就对不起你了？我们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成了废墟呢？你别在这儿装无辜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当初把我送到什么破特殊学校，从那天起你们就不是我的父母了。好，今天你们看到也好，我就是要和王源在一块儿，我要和他开奶茶店，那是我的梦想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胡扯，可笑你！像你这种暴躁固执的大人没资格嘲笑我。好，今天咱们既然都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就把事儿一起办了吧。然然，这是什么呀？你要干什么？就是字面的意思，给我50000块钱，你们签个字儿，咱们就没关系了。以后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这不好那不好会丢了你们的脸面，
我以后也可以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然然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猜不到吗？我拥有只有5万块钱够给我自己的生活，永远都不要活在你们的阴影下面。你是不是要拿钱去跟人家交王源的？为什么人家说什么你都觉得是好，爸爸和妈妈做什么你都觉得是害你？然然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谁让你啊？你还断绝亲子关系？谁教你？你断绝了亲子关系，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是吧？啊！今天你爹我就告诉你，你写这么张破纸在法律上屁用都没有。你站住了，站住了，站住了，我还把你送学校里去。你信不信？然然，安顺平和安然父女俩的矛盾至此已经无可愈合，原本完整的家也分裂开来。为了不继续刺激安然，吴小兰说服安顺平搬离原住处，同女儿保持距离，希望时间能将战火掩埋。可安然心中只想着赶紧拿到5万块钱，离开父母的牢笼。哎，小妹，这是最后一样东西了，那个给你换的锁，然后还有那钱收好了啊。好嘞。对了，以后有不想要的东西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师傅。谢谢啊。没有，没有。老铁，这小姑娘有毛病吧？这么多东西5000块钱，别说了，赶紧走吧。走啥玩意儿？你这车也不知道倒进来。然然。然然是妈妈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来看看你的。安顺平呢？就我一个人。然然，然然，家里的电视和空调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还有电脑呢？卖了。你要用钱，你跟妈妈说，妈妈会给你的。那点钱不够。你给安顺平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把那字儿给签了，然后给我5万块钱。然后咱们就没关系了。我跟你爸商量商量吧。对了，你这两天也没好好吃东西，妈给你做点吃的去啊。不行，你现在就给安顺平打电话。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是吗？安然，我们是不会给你5万块钱，让你去倒贴那个莫名其妙的男人。行，不给是吧？你就待在这儿吧。什么时候安顺平把钱打给我了，你再离开这儿。然然，然然，你开门啊！然然，然然，你这么做是没用的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，你现在不知道，将来会知道的。安然，
怎么样，考虑清楚了吗？要给安顺平打电话吗？冉冉，冉冉，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？你听妈妈说。行，你还不打是吧？我给打。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怎么样？安顺平，你要想让你老婆回家的话，你就给按照我说的做，给我打50000块钱，咱们就没关系了。安然，你跟我说你妈到底现在什么情况？顺平，顺平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好好的。小兰，安然，你到底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知道吗？你跟社会上混混有什么区别？安顺平，我不用你来教训我，反正你就照我说的做，不然我可保不住你老婆会发生什么。冉冉，冉冉，你听妈妈说，好啊，原来这就是你们这几天纹风不动的原因啊！原来你一直在和安顺平联系啊！冉冉，我就是想让你爸爸放心。你也知道，你爸他那个脾气，这毕竟是咱们的家事，是吧？我是为了安抚你爸爸，就是因为你一直和安顺平联系，所以安顺平一直觉得我在玩。既然你们觉得我在玩，我今天就认真一次。冉冉，虽然将母亲关了起来，可父亲却迟迟没做出反应，安然渐渐有点焦躁，而吴小兰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在和安顺平传递信息，两夫妻都认为安然的恶作剧很快就会结束。别动。冉冉，我是你妈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冉冉，冉冉，妈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跟我说呀。我们就是因为缺乏沟通，所以误会才那么多。冉冉，你要理解我。你知道你伤我有多深吗？你够格当母亲吗？我怎么就不够格啊？你够格吗？你以为你给我吃给我穿你就够格了吗？你把我的尊严一次一次的丢没了，把我心都伤透了，你还够格当母亲吗？冉冉，冉冉，妈妈一直理解你，你在妈妈心里不管做了什么，妈妈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，妈妈一直想保护你啊。你别说你保护我，你每次嘴上说理解我，站在我这边，但是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立马跑到了他那边。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在我眼里像什么吗？就像一只没有主见见到主人就摇尾巴的狗。阿龙，你怎么这么说妈妈？你不是我妈，我觉得你很可恶，你一次都没有保护过你的女儿，一次都没有，而且次次都是帮凶。我现在就想拿到钱，立马从你们的世界消失。冉冉，你要怎么样才不那么激动？你要怎么样才能平静下来？听我说，把钱给我，我就能平静下来。你们为什么不照做呢？你说你读书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给你，可你现在是拿着钱要离开我们，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。你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，你知道你这样出去有多危险吗？我最大的危险都是你们制造的，待在你们身边才是我最大的危险。把钱给我，我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，你别妨碍我。冉冉，吃饭。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也不想绑你看你难受。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给安顺平打个电话，让他把钱打给我，立马就放了你，好吗？
你别在这儿固执了好吗？这样下去对大家都不好。然然，我们也是为你好啊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要逼我是不是？为了我好，你就照我说的去做，你为什么一次次都逼我呢？你非得让事情到了无可挽留的时候，你才满意了是吧？我不想和你争执了，你到底说不说？行，不说是吧？好，那今天饭也别吃了。为了尽快达到目的，安然将母亲绑在房间内不吃不喝，以此来作为同父亲谈判的筹码。母亲吴小兰在这四天的时间里身体快速虚弱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竭反应，安然终于有些害怕了。我会不会被判刑？我杀了我妈，我会不会被判死刑？我是这样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啊！安然，你还未成年，有什么话我们都可以好好说。时光如栈桥，故事一起看。安水平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你老婆的手和脚。我已经好几天没给她吃东西了，我刚刚发现她快不行了，你快点给我把钱发过来。喂，你这个畜生！你把你们放了，我明天一早给你打钱，听见没有？安顺平，你快点把钱给我打过来，我就把你老婆给放了，你听见没？安顺平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安顺平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就在自己向女儿最终妥协的时候，妻子吴小兰正在经历生死考验。Thank you.
你啥水平吗？安南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上次没闹够，这大清早的带警察过来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你少给我闲扯，安然跟你联系没有？安然，安南事先拘禁他母亲吴小丽，现在银桃驿，他可能会跟你联系。我看看我手机，哎呀，给我发了好多信息呢。 丽姐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了我妈妈，我好害怕呀！我现在怎么办呢，丽姐？快，你赶紧给打个电话联系一下，快点！他不接我电话呀！ 这是他现在位置是不是？赶紧去！哎，我跟你们一起。圆圆，圆圆，别动！圆圆，安然，别冲动，赶紧把包里放下。你们是来抓我的吗？我会不会被判刑？ 我杀了我妈，我会不会被判死刑？我是这样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安然，你还未成年，有什么话我们都可以好好说。然然，你妈妈现在还在医院抢救，你已经伤害了她一次，你要是再伤害你自己的话，就等于再伤了她一次。我。 我对不起我妈，我没脸见她。圆圆，听妈妈的话，别下来，妈妈知道错了，妈不该逼你。圆圆，我跟你妈，我们这一辈子就你一个女儿，不管你说什么。 不管你做什么，在我们心里，你都是好孩子，你都是我们的骄傲。然然，你想想，天底下哪个父母不觉得自己的孩子好？啊，不，你不是这么觉得的。你觉得我给你们丢脸了？你觉得我就是个机器人？ 我如果不按照你们的要求做，你们就逼我，你们就恨我。是，爸不该逼你，爸不好。咱们好好的一个家庭，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，你经常喜欢坐在我的肩上，你让我带你骑马。那个时候，我带你到处走，我那个时候好开心，我好骄傲，有这么一个女儿她需要我。有一次，你过生日，你说你想要一个蛋糕，我和你妈就陪你去选蛋糕。路上有一个讨饭的小孩子，我们都没有注意。你看到他跑过来跟我说：“你说爸，那蛋糕我不要了。”我们把买蛋糕的钱给他吧，这样他就不用挨冻受饿了。我当时觉得你才那么小，你就那么懂事，那么善良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今生有幸，老天爷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孩子，我一定要好好对他。所以，我送你去最好的学校，我要让你受最好的教育，我每天逼着你学这样学那样。其实我知道你不喜欢，我知道你很累。可是我就是要逼你，我就怕没给你最好的，让你以后受委屈。然然，爸知道错了，爸不该逼你，让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活得不快乐，活得这么痛苦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从来都没跟我说过，你就觉得我做的不好，我不管怎么努力都做的不好。然然，爸真的错了，爸真的不该逼你。我知道自己真的不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。今天造成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的，都是我自食苦果。然然，爸理解你，爸知道你那种很痛苦、没有希望的感觉。现在这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是你跟你妈都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没有什么勇气再活下去了。然然，刚刚医院来电话说你妈妈已经醒了。她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不要怪我的女儿，你妈妈是爱你的，她原谅你了。”然然，在这个世上跟你最亲的就是你的父母。他们最爱的是你，不管你做错什么事情，他们都会原谅你的。你有勇气去面对死吗？你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去面对你的父母呢？他们需要你，他们年纪大了，需要你陪在他们身边。是，你之前觉得你受到了伤害，但是那都是因为他们太爱你，太在乎你了。不要做傻事儿，下来吧。
我爱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恨你？我还能回到过去吗？看来你的胃病挺严重的，医生说你暂时不能出院，我先观察一段时间。我这是老毛病了，已经很多年了。喝水。去我公司可以，但是记住，一定要低调，别让公司的人知道你是我女儿，这样才能学到真本事。你看，我爸帮你报仇了。我倒是很想听你叫我大河。